乔治，你在哪儿呀？我来喽。佩奇，找我有事吗？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不如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，好不好呀？好喂。那你想买什么呢？我想买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。你想买什么呢？我也是。嘿嘿，太开心了。滴滴，乔治坐好了，我们要出发喽。哦对了，打开音乐。啊，真棒的车车呀。滴滴，他们路过了游乐园，滴滴，滴滴，乔治，我们到超市了，快点下来逛一逛。乔治，欢迎光临。哦，是谁在说话呀？佩奇，乔治，是我呀。你们往上面看。哦，原来是小丽。快点进来吧，欢迎光临。乔治，我们快点进来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哇，超市里有糖果、玩具、水果和蔬菜。我想要买一个棒棒糖。哇，上面还有哆啦 A 梦呢，是苹果口味的哦。再来一包水果软糖，还有巧克力。大果冻，还有玩具呢，乐迪，小猪佩奇拍拍圈。哇，上面有佩奇和乔治。还要买水果，葡萄，杨桃，鱼。我也要买，我也要买。乔治，你要买什么呢？我要买狗狗、鹿马，还有芭比娃娃。对了，再买一个大南瓜。哇，今天买了好多呀。哇，买了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。乔治，我们可以回家喽。好喂。小丽，我们走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路顺风，注意安全。好的。滴滴。滴滴，佩奇和乔治经过了游乐园。佩奇，你为什么停下来了？哦，我想我的车车可能出现了点问题，没有办法行驶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真着急呀。
谁能来帮帮我们呀？佩奇、小智，你们好。哇，小丽你好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是的，我的车坏了，不能够行驶了。这点小事交给我好了。我来帮你们修车，这点小事对于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来看一看，我来检查检查，好了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小丽，你太棒了。不要客气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乔治。小丽，再见，再见。